我刚才看到您给了我差评，请问哪里不满意吗？你说为啥？昨天我让你办的事你怎么搞的？昨天？您是说我没点外卖啊？这单是你女朋友下的，就是想让我确认一下你在不在家。祝您用餐愉快。谢谢啊。等一下，你女朋友还交代了，让我进屋检查一下有没有别人。那个，您要不许我进屋的话，还请您亲自跟她说。算了，你也就是个办事的，进来吧。感谢理解，感谢理解。没事，我要是不让你进来，她肯定给你差评，然后还怀疑我。喂，确认了，你男朋友自己在家是吗？那看来他没有骗我。那家里检查了吗？查过了，就他一个人在家。要不要他亲自接电话？不用了，我家有事，先这样吧。兄弟，没什么事儿，我先走了。慢点啊。我亲自确认，你男朋友就是在家呀。你竟然跟我编，要不是我提前回来了，还不知道昨天点了外卖，动都没动，就愣在门口。还有，问过我对象，他承认昨天跟朋友出去玩，一整天都不在家。你看有啥好说的？难道说，就是想让我确认一下你在不在家？慢点啊。昨天我见到的那个人不是你男朋友。家里还有别人。想随时掌握家中情况，何须如此套路？安装一管家安防系统，360度高清无死角监控，手机云端随时查看，可自主设置视野内的监控边际范围，7x24小时人工监控。发现险情，主动完成鸣笛和灯光示警，并通知屋主，必要情况更可直接连通911，为您的房屋安全保驾护航。一管家，新时代的安防系统，房屋大小事，放心一管家。